今次嚟到香港啦，有冇好可以好似上次咁樣可以周圍行下咁樣？今次唔得閒，但係因為宣傳電影啦，《富都青年》12月7日啦，同埋呢部呢個 party 啦，《Burberry》啦。好開心噶！你上一次咧，你又即係周圍搭好多即係嗰啲地鐵啊嗰啲啦，嗰張八達通仲喺咪度啊？仲用唔用到啊？今次？八達通啊？係啊，嗰張卡。八達通仲有，但係今次冇時間可以自己行路啊，因為宣傳好滿啊，時間好少。咁你乘機即係宣傳電影，同時都出下啲 event 去揾下 WiFi 啊？WiFi 啱啱好時間18日啊，嚟咗 Burberry 啦。那19日、20日就可以宣傳亞洲電影節嘛，就宣傳《富都青年》可以做到3到4場 Q&A 喎，同觀眾啊傾下偈咯。希望大家中意呢部電影啦。期待啊！期待興奮都有嘅，都有嘅，因為唔知道。香港啊，睇電影嘅朋友咩反應啊？中唔中意呢部電影咯？你覺得第一次喺香港做呢啲嘅影后或者借票㗎？第一次？第二次啊，其實第一次係同阿 sa 嘅非分熟女啊。有冇準備啲咩福利送俾大家？送俾大家咩？福利。你個 body。我嘅 body。唔係啩？哇！香港明星都係咁嘅咩？係咩？傳統，哇！驚到我啊！哇！嚇？入鄉村族，族啊！哦，是這樣直接的。通常就是在這裡。哇！我流汗了沒有？咁今次你有冇帶八達通過嚟啊？八達通有啊有啊，一定有啊一定有啊，因為八達通就係我嘅 passport 一齊噶嘛，因為時常去日本同埋香港咯，兩個地方我都中意嘅。是不是沒有時間去搭地鐵啊？今次沒有，因為今次同劇組他們去哪裡就去哪裡啊，因為富都青年香港有發行商嘛，那高仙嘛，那他們會安排我們的行程嘛，因為我11日夜晚就是金鐘獎，我11日早晨就要回台灣了。希望啦，如果冇都唔緊要啦。你自己睇好邊個啊？邊個係最強對手啊？金鐘啊，金鐘啊，金馬。金鐘金馬。最一對手是評審的喎。哦，沒有競爭對手，大家入圍都很優秀啊，其實。最近台灣的影劇都蠻優秀，希望大家喜歡咯。你哋香港 Netflix 都睇得到噶，係啊。今晚我唔知喎，我第一次喎，係啊，我第一次。嗰個感受會唔會緊張啊？港產片，希望啊拍多啲港產片啦。有冇時間度可以睇啊？今次啊，有啊有機會，我想要看今年有很多優秀的香港電影啊。那主要是因為台灣的那個金馬的電影的名單還有時間。公布之後應該就可以看得到，因為金馬獎只要有入圍都會播放嘛，那台灣的觀眾就可以看到這一次今年優秀的香港片了。你自己中意拍香港嘅咩類型嘅電影啊？邊種類型？邊種啊？其實我好中意杜琪峰啊，因為銀河影像的我都喜歡，因為香港嘅氣味啦。香港的味道，希望之後可以更加多的機會，拍香港電影咯。我真係最想同邊個合作？邊個合作？咩都可以，邊個都可以。係啊，喂，好好啊，哇，換了，我哥哥來了，趕快換人了。你接下來會不會敢不敢入場看余威的電影啊，《惡女》啊？啊，會。它裡面那個挺大尺度的，你敢看嗎？不担心的，演员不担心的，我都没问过，我没有过问的，从来都不过问。好，得啊，揾我拍戏啦。好啦。同真伦即系同佢合作咁样啊，导演啊，你揾佢啦，揾我拍戏啦，我好评嘅，我好评嘅，好啦，得啦，好平嘅喎。我平嘅，
我好平噶，我冇经理人啊，我自己啦。一齐啦。我听说你现在很贵哦。冇啊。片酬。冇啊。我冇经理人，好好好倾嘅。系咪噶？系啊。好似唔系喎。哇！睇到你好高兴。识咗佢好耐啦，好高兴。到你想同佢合作啲咩电影啊？但我只係知道佢嘅演技，每一次我睇都好有進步咯，真係好好咯。我覺得準備攞好多獎。你繼續講先。哎呀，我好結束了喎。好啦好啦，換人啦，得啦，多謝你啦。好啦，好，thank you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